What's going on here?放生就行了，没有事。好了。你脚放松就行，脚放松，直接。 那剪过就不好修了，应该不应该剪的。不剪哈。不剪就好修。你在干他上那加上剪剪的。下次不要剪，感觉不舒服你就过来修。我叫你去上那修了，叫哪个？嗯，我过来剪，通过。